红星大奖2023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。这个姓氏我们很多同事都有哎。今天是个特别日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陈罗密欧！恭喜陈罗密欧出道13年，人气和演技都不容忽视。不但多次参与跨国制作和海外导演的作品，今年也顺利获得第8座十大奖杯，超级红星之路更进一步。恭喜陈罗密欧 ，Happy birthday！为57秒，从来没想过会在红星大奖这一天度过我的生日，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艺人朋友还有工作人员送上的祝福，也要谢谢所有为我投票的你，这份礼物我收到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入行以来我的心路里程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只有点点滴滴，所以谢谢观众成就了我，我要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肯定，尤其是我的老板们 Doreen、IVJ， 还有很懂我的 Ada， 我的经理人，谢谢你们教会我怎么处事待人。最后我当然谢谢我的家人、爸妈、我的亲戚朋友这么多年来的支持，还有最重要的我的粉丝团 The Julia Club。 我知道投票真的很不容易，谢谢你们把这份礼物送给我，第8座十大我收到了，谢谢。恭喜得奖者。